处女座的女人是神级正妹啊，他们会担心她万一太红被人家拔。这个其实我都有万全准备，我就混进去他们学校的活动里面，戴帽子。对啊，然后你再看看有没有人跟他是特别那个。钟博哥是为自己教小孩课业的，我算是会了。以前大概以小孩子的课业，我们大概只能够教到国小。我女儿高中的那个，他们的课业，我们现在看起来就觉得好像很奇怪的文字。处女座的女人是神级正妹啊，他们会担心她万一太红被人家拔。这个其实我都有万全准备。你做什么准备？第一个要心理建设，心理先建设，然后她的妈妈呢？他妈妈可能也把他当年呢我的招式呢讲给他听，要预防一下这种招式。好，跟他讲好说几岁才能交男朋友。我从很久以前我就很明确的，就是26岁以后。太晚了吧，你26都生小孩太晚了啦。你真的要让他早点接触。你不能因为你生的是儿子你讲我跟你讲，我的心情就是当年你爸爸的心情。26岁就是说呢，第一个他同学的例子他都看过了。对，第二个二十六了，因为我希望他能够成熟一点点，然后刚好那时候课业什么都差不多了。我跟你讲，经验太少对他不好，真的。你一遇到然后就栽下去，就要结婚了，然后就离婚了。你要用别人的经验来当经验。我在尽量不妨碍他的情况下守住我的、那個、不妨碍。真的不妨碍、啊、怎么不妨碍？不妨碍就是说呢，你常会注意他，但是不能让他发现、啊、我就混进去他们学校的活动里面。然后对啊，然后你再看看有没有人跟他是特别那个互动。对，好变态哦，好变态哦。他没有发觉，他有那么骂你，当然了，有跟我讲。对呀、啊，他儿子以后是要去照顾人家的，所以一定要磨练他。所以儿子16岁就可以教了吗？儿子差太多了，差10年。我其实我都一直是希望他们成年之后才好好的交往，比较不会影响课业。对，你会发我他的 IG 去找蛛丝马迹吗？不会，不会偷偷去看哦。不会，我绝对不能把我的招数告诉你。对，这到时候写。其实是因为不能那个。他的那个行踪，他那个 APP 那个我们有下载、哦、定位就对了。他知道吗、啊、他知道吗？看了报纸就知道了。因为我女儿她可能就是我就会到加拿大去念书。不是啊，考上有考上考上了，疫情和缓可以那个的话很严重，对不对？可是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，这样子我女儿就可以在你身边，在我身边久一点点。